面对住国安法的打压，白色恐怖的来临，即使我们面对住监禁刑期，或者我们有机会是被还押都好，我们都不会放弃。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很想去呼吁香港人，在这个低潮或者是一个民主运动的低谷里面，互相的扶持是更加可贵。而我亦都有可能是在今日或者是不久的将来，是有一个可能性是要面对我人生第一次坐监。当然我对很多未知的未来，包括是未来的判决，会有很多不同的不安，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就是有很多或者比我们牺牲得更加多的手足们、朋友们，可能他们正是面对更加困难的处境，所以希望大家各位传媒朋友或者各位香港市民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好，除了我们三个之外，都要继续去到声援和关注不同的手足，包括是被送中的十二位手足，包括是很多面对更加重的罪责、更加重、更加严重的一些司法程序的朋友们。咁我哋呢單案件係一個包圍警總嘅案件，我相信到今時今日，其實無論由香港人自己嘅親眼所見所聞，以至到係國際專家所講嘅說話，都已經係顯示咗香港警察嘅合法性係完全崩潰。包圍警總到底係一個罪案，定係其實係一個我哋伸張正義、爭取民主嘅必要之舉？我相信喺香港人心裏面已經有一個答案。咁我哋係無悔我哋所做嘅抗爭，亦都係會繼續堅持落去。